可以提出会议询问。对啊。啊，那我们刚刚也讲了会议询问，你一直要把它导成，本来人家那是主席，主席宣告，你要跟主席讲啊，人家是讲会议询问，一开始卖黑白灰啦，卖黑白灰啦，卖黑白灰啦。立法委员的议事职权行使办法里面写得很清楚，所以这个不用要黑白灰啦。